Beyonce 合作 Bruno Mars 新歌 APT 在 Billboard 告示牌上榜，本周在 Hot 100第八位，在 Global 200夺冠，超亮眼的好成绩也让 Rosé 成为历史上首位在 Hot 100榜单上获得前十名的韩国女歌手，让 Blink 都超骄傲，也大赞 APT 真是现象级歌曲，看得出来 Rosé 真心爱音乐， MV 看了也好开心，平常不听 K-pop 的路人都在社群上发动态， APT 已经成为一股风潮，Rosé 真的太神啦，第一位进告示牌前十的 K-pop 女 solo， 除了美国外很多国家音乐排行榜也都是第一，个人发展踏出的第一步真的是非常成功。